好，我们要找帕米的分享双周妙小妙招。生活中呢，大家是非常的注重打扮的，那么这个衣服呢总是呢买个不停的，衣柜里面的衣服呢是特别多的。那么不管呢衣柜多大呢，我们家里多穷呢，衣柜里面千万不要留这几种衣服，不然细菌特别多的哦。首先第一种呢，容易褪色的衣服了，像这种一下水褪色特别严重了，使用了染料是特别劣质的。那么这一种的话，你将它放到衣柜里面，衣柜比较潮湿有水汽，容易染到其他的衣服了，像这种也是呢很多化学物质了，穿了也会呢危害到我们的皮肤健康哦。所以呢不建议大家买这种劣质的衣服，也不要放衣柜里面。第二种呢，起球的衣服不要放在衣柜里面了，像这种呢衣服特别材质差的话呢就容易起球，那么这些毛球的话呢生活穿着容易呢吸附脏东西产生细菌了，你将它放到衣柜里面呢，这种细菌呢是清洗不掉的，只会呢污染到我们整柜的衣服，危害到我们的皮肤健康哦。所以呢像这种起球衣服赶紧扔掉，不要放到衣柜里面。第三种呢，有油污的衣服了，像这种衣服呢平常我们炒菜呢吃饭容易呢被溅到，那么这个油污呢是特别难去除的，千万不要将它放到衣柜里面哦，因为这个油污的地方呢它会呢产生细菌哦，因为衣柜里面是比较潮湿的，产生细菌的话呢就会呢发霉，一旦发霉呢就会呢污染到整柜子衣服呢都是细菌的，所以呢像这种衣服呢千万不要放到衣柜里面，不然呢因为一件衣服呢污染到整柜衣服呢可就不好了。第四种，带装饰品的衣服非常好看的，很多人都喜欢买这种，但是呢千万不要呢放到衣柜里面哦，因为呢生活中呢它是特别容易掉落的，一旦掉落的话呢就影响到美观了。那么放到衣柜里面，如果小孩子呢去翻箱倒柜呢很容易刮花手，也容易呢将这些呢装饰品误食的，那这些呢像糖果一样误食的后果呢可是呢非常严重的，所以大家呢这种衣服呢少买，不要放到衣柜里面。大家清楚我们哪几种衣服不要放到衣柜里面呢，生活中呢可要留心了，如果呢有这几种呢赶紧给它挪出来吧。